去我们这儿这个新开的饭店。嗯。哎呀，上饭店吃饭去？那我也得去呀、啊。我得先把我的链拉来，准备好了，省得把我忘了。妈妈，咱们上哪儿吃去？哪儿啊？到我们下边那新开的狗肉馆吗？狗肉馆？一个狗肉馆。这地儿也太危险了，我也去不了啊。妈妈，那个啥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晚上我不想出去了，睡会儿觉。你叫我啊。咱晚上撸串去，你等着我啊。先挂吧。跟我斗，哪儿都想去。我回来了，妈妈，你快看看我今儿买的韭菜，老水灵了，而且比昨天一斤还便宜了五毛。是挺水灵是？那你把韭菜拿这儿来，我这摘完了放哪儿啊？等着，我给你拿盆去啊。甜甜的，不过这韭菜确实挺水灵。妈妈，给你盆。对，拿个盆来，往盆里边摘是吧？哎呀，快坐这歇会儿，可累死我了。不对，金多多，那我这韭菜摘完了，这个没法要的叶儿，我扔哪儿啊？你说对吧？你等等，我给你拿垃圾桶啊。自己都不会拿，懒得都没边儿，天天的啥活都得等着我干。给你垃圾桶，垃圾桶。好了，这回还有啥事儿吗？没啥事儿了，得亏了我脚臭，哼，要不这。